尤其哈，通车主列车、本次列车全程对号，请对号入座。列车现在由杭州南车站开出，前方到达绍兴车站，正点到达绍兴车站的时间17:57。您乘坐的是午夜列车，车厢和车厢里都装有烟雾报警灯，全列车包括厕所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吸烟，吸烟的旅客请克制。车门处涂有红色标记的按钮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，请朋友不要随意触动。卖运这些东西，这些大的这些设备啊什么东西。